好，大家好，歡迎收聽城市論壇，我是蘇敬恆。今天是2020年最後一個星期日，天氣很好，城市論壇移師到廣播道香港電台停車場這裡，在戶外地方隔著口罩呼吸下新鮮的空氣。新型肺炎的疫情之下是沒有現場觀眾的，觀眾可以打來9032-4566，工作人員會盡力安排大家發言。有人形容今年是消失的2020，大家今年過成怎樣呢？差不多一年抗疫過去了，香港是確診和疑似的宗數一類的是8541宗，總共136人死亡。你怎樣評價特區政府整體的抗疫表現呢？病毒變種是蔓延多國了，本港亦發現一宗是從英國輸入的個案，是屬於變異的病毒株。外防輸入方面，由一開始的封關的爭議到最近的指定酒店和延長有一日檢疫，做不做到滴水不漏呢？至於係內防擴散方面，聯合醫院就爆發感染，累計已經19名病人和職員係確診和初步確診㗎啦。公立醫院應唔應付到今次的第四波疫情呢？多棟屋邨大廈咧亦都實施強制檢測嚇，仲有第一次的執法添，成效是點呢？由年頭撲口罩到之後鑽石公主號打邊爐群組、酒吧群組、跳舞群組。政府大半年來推出了限聚令、限桌令、關閉很多處所等等的多項社交距離措施，是否真的做到張弛有度呢？疫苗很快到香港了，明年聖誕新年大家是否可以再次和家人和朋友一起慶祝戰勝疫情呢？今天的題目就是2020同心抗疫論效益，2021滅毒轉機待神稀。我們今天有四位台上嘉賓，分別是醫管局員工陣線副主席羅卓耀，大家好；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前會長、立法會前議員梁家騮，大家好；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大家好；和食物及衛生局前政治助理、立法會前議員陳海恩，你好。好，歡迎四位嘉賓，我們今天就沒有現場觀眾了，即刻問一下四位嘉賓，2020年就快完了，怎樣總結今年的抗疫經驗呢？怎樣評價特區政府在抗疫的表現呢？簡單來說幾位四位嘉賓。曾醫生，我想其實特區政府在今次整個疫情當中呢，我想給人的感覺就是他們政策有早期的政策一定有的，現在都有的，不過問題是落實在前線執行能力那方面呢，似乎就出現了一些問題，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呢，就是不嬲，即係喺早期咧，一路都冇講到話要將個社區清零，依個係成為第二一個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埋下咗個伏線，一個我自己會覺得係一個敗筆嚇，因為你唔心裏邊唔諗住係要清零，譬如28日清零或者等等，其實你就留一個尾巴俾跟住落嚟第三波、第四波出現。咁所以我希望即係今次啦，啱啱聶德權局長佢就話，而家個目標係要清零啦。咁所以我覺得而家開始做或者有咁個理念，我覺得係好嘅。會唔會遲咗啲咧？你覺得？咁啊，遲過肯定係好過冇做嘅。咁我諗而家其實就應該而家開始做。希望可以搞掂啦。一開頭嗰陣成日都話新常態啊嘛，同病毒共存係咪？即係錯咧呢個方向。嗱，依個其實冇錯的，而且確我哋新常態係講緊即係市民你要戴口罩嚇，你要保持足夠嘅社交距離。咁依個係同市民講嘅。咁但係問題有啲嘢你唔係市民可以做得到。我譬如講緊外防嘅輸入嗰啲個案。市民做唔到啲咩嘢嘅？其實依啲係所有係政策上，其實就係話你講緊定點酒店嘅隔離咧，其實都係一樣嘢，係近排先至開始。早期仍然係信奉即係家居檢疫，依個亦係另一個我自己覺得即係一路好多人都講嘅。咁點解唔好似國內咧咁樣？國內佢哋都或者澳門啦，唔好講太遠啦。咁其實佢哋都定點啦。咁其實我自己覺得依啲嘢可以有 example 俾你去 follow 嘅，咁我自己覺得係咯，而家做咁睇下啦，跟住睇下跟住點。好，睇下另外三位嘉賓點樣即係總結政府嘅表現。羅卓耀，
我想我哋即係工會都年頭係提過封關問題，但係即係我諗而家都唔係就係呢個問題，即係自己社區傳播都已經係本身一個問題啦。但係即係我諗政府喺即係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中間有冇去即係檢視翻嗰個邊境嘅問題？其實我諗係一個都係即係我哋醫護人員前線嘅咧，其實都幾失望嘅，即係由第一波到去。即係第三波都係輸入個案，到第四波又係講緊尼泊爾個病毒株咁樣，即係好似冇吸取教訓，點解要做得好，或者即係邊個地方做得唔好咁樣？其實就真係係比較失望嘅，即係我哋就喺度頂你又繼續喺後面放火，咁啊咁即係大家會覺得係有啲即係氣餒啊、灰心啊咁樣，咁啊即係其實我諗好多嘢。剛才曾醫生都說了，其實不是就是香港做的嘛，即其實其他地方都在做某些事的時候，其實為什麼即那些事不是國防機密，你人家做了你不知道這樣的嘛，即你是可以 去做的，為什麼是到現在都不去實行呢？這樣即譬如即說即指定酒店，其實甚至之前說豁免檢疫的人，其實很多地方都是已經是即係收緊咗啊咁樣，但係即係好似我哋都未見到，即係香港政府用一個迅速嘅態度去處理咯。咁、有冇進步到咧？你覺得即係例如最近英國有變種病毒株咁啊，即刻就停咗啲航班俾啲人嚟，有冇進步咧？你覺得進步唔係？我諗其實我諗佢係可能係都係今次係快啲嘅。咁但係我唔知啦，即係如果係。當初其實都有少少，我哋有啲奇怪嘅，係咪究竟唔同國家又會唔會用唔同嘅手段咧？即係會唔會內地嘅時候又要傾多啲啊？有多啲政治考慮咧？即係呢個都係我哋覺得有少少奇怪嘅。即係譬如開初就話啊要俾所有香港人翻嚟，到而家咧英國住喺英國嗰啲香港人就唔係香港人嚟嘅，原來係啦。咁即係有啲奇怪嘅。咁即係當初其實都係。當我傳入地可能不同了的時候，譬如話當初係第一波是內地啦，咁嘅時候會不會有其他嘅，即係我哋會不禁懷疑，其實會不會有其他嘅考慮先去想其實是做與不做之間是要多諗緊啲乜嘢咧咁樣。咁我諗呢個係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好，睇下另外兩位嘉賓啦，陳海欣。其實任何傳染病爆發啊，尤其是係今次係見到一個新型嘅病毒，我諗市民咧都有一個好熱烈嘅期望，就係希望咧政府係吸收過 SARS 啦，同埋2009年豬流感個經驗啦，大家係會要求咧對抗呢個疫情咧係要快、狠、準。但係咧，呢個有一個好大嘅落差，尤其是我諗去到今次第四波咧，一個係令到市民或者會比較失望少少，因為之前嗰三波疫情咧，大家都見到個漏洞喺邊度，包括可能豁免咗某啲人士入境，導致到疫情爆發。咁我哋有冇嘗試去堵塞咧？我見到有幾多個情況咧，都可能係流於口號式嗰個情況嘅，例如你話做到滴水不漏啦。咁我諗大家睇翻近排，其實真係咧，我諗由疫情呢個節目。年初我哋都係坐喺度討論嘅，同一個位同你啊喺度討論，同埋其他專家。我哋其中一樣咧，我哋都喺度講嘅就係，譬如喺外地翻嚟香港，咁其中一樣咧，你睇翻啱啱新聞稿出咧，其實喺12月24日咧，先至喺機場引入呢個快速測試，係12月24日先引入快速測試，話俾我哋聽係4小時就做完啦。以前咧係等10小時，甚至乎咧放你去酒店等。冇錯啦，咁點解會係去到第四波12月呢個月先會做到將個時間減半？仲有係將去指定酒店，真係好早。我哋已經講，喂，俾條即係無縫通道，由機場落機就去酒店，就唔好封閉式管理。冇錯啦，唔好淨係話帶手帶翻屋企。即係其實你見到暑假之前，我哋本來係曾經試嗰段時間真係清零。我哋有大概20日到啦，我記得係。冇錯啊，嗰陣時大家都仲滿心歡喜，有一啲嘅熱切期望啲計劃啊咁樣。但係跟住就係因為海外有啲回港嘅朋友啦。大家見到手帶戴住手帶都周圍走，咁所以呢個係一個例子嚟嘅啫。就見到喺第四波嗰度更加突顯。咁如果你問我係咩原因，我覺得佢好似太多火頭，佢自己撲唔到，即係一個局處理唔到。而家你見到佢哋都係跨局去做，
會見到覺得佢哋有少少，我自己覺得嚇，好似好有心無力。我哋就提出咗好多嘅諗法，但係佢哋好似消化唔到咁，甚至乎問佢：喂，譬如而家第四波，可唔可以全民檢測咧？咁佢好似都未好明顯答到點解做唔到。你都喺政府做過啊？你覺得個原因係乜嘢嘢？點解會有心無力咧？政府？我就係話頭先睇到一樣嘢，就係佢好似有好多嘅火頭去安排唔同人去做，但佢覺得呢個火頭時候，其他已經同時喺度爆發緊，佢都未能夠處理。其實抗疫嗰個前瞻性，你要行前一步。頭先蘇敬恆你講話，喂，英國嘅機好似禁咗咯，但去到今日係咪淨係英國啦？我見到南非都出咗稿嘅，但係最新譬如馬來西亞，其他今日已經今朝話加拿大，嗱你見到佢跟住又開會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如果打仗戰事對抗疫嘅話咧，係咪每次開完會你先去決定邊班機你要停咧？定係話咧，喂你一收到訊息點可以快啲？其實呢個我覺得係個程序上都有問題。嗯，好睇下阿梁家騮醫生，我哋傾咗十分鐘到啊。阿梁家騮醫生就係沙士嗰陣嘅公共醫療衞生協會會長啊，嚇有冇吸取沙士經驗啊？你覺得今次特區政府？咁啊，依家個環境一定比當年好好多嘅。嗱，我唔會話特別係講政府嘅表現，我諗我講整體社會嘅表現啦，嚇。咁當年啊，乜都唔知道，個科技啊，同依家爭好遠。依家我哋轉頭好快已經知道個病毒喺邊度。咁當年咧喺醫管局同嗰啲所謂嘅防禦措設施咧，即係嗰啲袍咧，就係、是、用完之後掛翻起佢，用面著完咧就換做底著。咁所有員工咧，其實當年咧係冇呢個防禦意識嘅，因為當年嗰啲抗生素已經控制啲細菌咧已經好成功，好少會有啲咁嘅感染。咁同埋咧。即係整體嘅社會嘅意識咧，已經爭好遠，所以我唔講政府嘅表現，即係整體嚟講咧，我會覺得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嚇。咁有時你有好多措施，你見到人某啲國家做，我哋又唔做，封關又封唔曬，咁政府又話其實嗰個實際人流已經減咗95%，咁只不過你剩翻1%，咪已經會有輸入個案咯。咁有好多時候我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平衡嚟嘅。咁反而調翻轉頭，時至今日。我希望大家想一想一個問題，若果我們現在定的目標還是清零的話，就好，我會覺得很不現實。為什麼呢？你全世界已經有幾千萬人受到感染，沒有症狀的感染者可能已經過億，那些周圍走來走去，終於有一天，即是你很難避免那些人，即使有 0.1% 剩下在那裡，他轉頭呢，都會傳到來香港的。咁尤其是嗰啲疫苗，佢個效用有幾長又唔知，係咪要年年打又唔知，淨係可以預防到嗰個嚴重嘅症狀，但係又預防唔到感染。冇症狀感染嗰啲，係啦，未必預防。又預防唔到，所以其實清零呢樣嘢咧，你若果我會覺得你依家若果定個目標係清零嘅話咧，其實真係呢個 losing battle， 即係你定個咁嘅目標嘅話咧，就一路有件嘢俾人捉住你揼揼揼揼揼，因為你終於。是做不到不現實的，你想想幾千萬人，你即使有些你覺得確實感染個案你降到是零，但是還有很多無症狀感染者周圍走來走去的嘛，他這個傳這個，那個傳這個，那你想想世界六七十億人，他在根本他在慢慢轉來轉去呢，其實是清不到的。好，那只不過我們看看認識嗰個疾病嗰個道理，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咧，依家一般市民咧就唔係太緊張嗰個生命危險嘅，係怕麻煩啫。一陣再講。好，陣間我哋再講社交距離嗰部分啦嚇，即係頭先我哋都大約講咗即係外防輸入嗰邊啦嚇。咁不如我問一問阿曾其恩醫生阿曾醫生應該比較專門啲瞭解嗰啲傳染病，即係而家頭先啊陳海都提到好多國家，我再即係俾個最新嘅名單大家嚇，最新嘅名單應該係有西班牙啦、瑞典啦、瑞士、加拿大、法國、愛爾蘭、日本、德國、南非、尼日利亞、新加坡都有變種病毒個案，馬來西亞有一個另一種變種嘅病毒株啊，而嗰種病毒株就南非、澳洲、荷蘭都有嘅。咁啊，日本就宣布直情係鎖國禁制添嚇，即係星期一開始到一月底咧暫停所有國家同地區人士入境。曾醫生可唔可以講解一下，即係呢個變種病毒而家個形勢係點咧？香港都有一宗輸入個案，擔唔擔心會喺香港爆發咁？嗱，其實我諗如果你睇翻英國嗰、那個即係佢哋嘅國情咧，其實11月中嘅時候已經開始發覺嗰個數字係咁上升。咁到12月20號咧，佢哋嘅衞生大臣開始宣布佢哋 out of control， 即係控制唔到。
咁啊，22號咧就特區政府就開始宣布就話禁即係英國航班入嚟。咁其實今次係快嘅，即係做個決定係做得快嘅。咁最主要今次嗰個病毒嘅變種係喺個基因即係控制個 S 蛋白，即係我嚟接觸我哋人體細胞嗰個接觸點嗰個 S 蛋白出現咗個變異。咁變咗佢更加容易去黐上去我哋啲細胞度，咁所以點解就引申落嚟就話係一個高傳染性，同埋感染咗嘅人士佢哋通常嘅病毒量係比較高啲嘅。咁啊，當然有啲人就話可能佢嗰個潛伏期會即係多過14日啦。咁南非嗰個咧就仲多過英國嗰個品種，咁所以你唔可以話今次嗰、那個即係、就是、我講緊而家時下喺世界各地出現唔同品種嗰個情況咧，會唔會影響到我哋？絕對會嚇。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要睇翻我哋即係譬如由11月打後入境嘅個案咧，要同佢哋做翻嗰啲即係確診嘅人士咧。要做翻曬嗰啲基因排除，睇下我哋而家究竟嘅情況點。因為其實你如果你睇翻我哋，其實都多咗好多即係後生嘅人士咧，佢感染。當然你話跳舞群組嗰個都係一個超級傳播事件啦咁樣。咁但係問題我自己覺得值得就係真係要快啲去睇翻即係喺國外輸入嘅個案咧，其實佢哋嗰個情況個基因排除點，然後要決定究竟。即係我哋仲需唔需要有相關其他嘅國家？我哋可能要有禁飛嘅行動啊！會唔會禁咗先咧？好似頭先陳海欣講啊，即係早啲嚇，唔好等到發現到先至再禁，嗰陣就太遲。你問我咧，我覺得南非嗰個係真係要值得憂慮嘅，因為南非嗰個咧佢哋喺翻即係南非佢哋嗰邊嗰啲新聞咧，其實係即係都係好嚴重。其實佢基本上同英國同步嘅。即係如果睇翻嗰個個案上升係由11月17號打後咧，佢哋嘅個即係數字係上升得好快。咁同埋就係因為有3個變種，即係同一個即係喺 S 基因嗰、那個嗰度咧有3個突變。咁依樣嘢其實係即係我諗我哋真係要擔心啦。馬來西亞嗰度咧問多句啊，曾醫生。馬來西亞嗰度咧，我而家暫時未收到確實嗰個情況係點樣，但係問題就應該可能有機會唔同啦。咁即係嗰個變異嗰個情況點樣影響到嗰、那個即係譬如個病毒嘅特性啊、傳染性啊，同埋即係話有冇機會可能對現行用緊嘅藥物有冇一啲即係抗藥性嘅情況咧？我相信要等有關當局咧，佢哋即係我講緊馬來西亞嗰邊要即係講多啲或者公布多啲。好睇下另外幾位嘉賓，即係尤其可能係羅卓耀啦嚇，之前可能陣線嗰邊都有提出即係封關啊，覺得有冇需要再收緊而家我哋嗰個邊境嗰個防控？其實我諗嗰、那個頭先阿曾醫生其實都講咗啲重點嘅，就係嗰個動作要快，即係我諗係即係早幾波係睇到嗰個係好時候，好多時候係俾人感覺後知後覺，即係好耐先有一個動作出現。咁可能我唔知隨住時間推演可能會快啲啦咁啊，咁啊同埋都其實我諗見到呢一波嗰、那個即係喺醫院見到嘅情況都幾慘重嘅，就係、是、入 ICU 嘅比率多啦，入 ICU 嘅人即係深切治療部嘅人嘅年齡越嚟越後生啦，相對即係之前我間醫院係啊，至少咁即係東區醫院咁見到都多嘅，咁所以其實見到其實。即我都有憂慮嘅，有時都啲狀況就係、是，譬如係即係諗，其實你譬如喺啲人喺亞博嗰啲，其實好即係相對易啲處理，因為佢冇乜病徵咁樣。但係如果你越嚟越多重症咧，其實你個問題就係話你個 ICU 其實你唔好變啲呼吸機出嚟噶嘛，你唔好變啲識睇呼吸機嘅人出嚟噶嘛。咁所以其實係即係都係一個困難喺度。即可能人手嗰邊係有一個憂慮，同埋喺啲器材方面。我諗即係呢一波其實比上一波嗰個就更加厲害咯，同埋啲人啲 CT value 喺即係我哋有個病毒量噶嘛，即係如果嗰個數量係越嚟越高嘅話，代表咧個 CT value 越嚟越高嘅話，代表病毒越少啦。因為最近之前呢一波咧，首次見到有啲個位數字嘅 CT value， 即係未見過啊！之前係十幾嘅，多數都最毒嗰啲人都係即係。係最近係成日見到有啲個位數字98咁樣咧，即其實都見到係
呢一波特別勁。在聯合醫院嗰個爆發啊，羅卓耀擔唔擔心啊？嗰邊有冇啲同事反映啲情況俾你哋聽咁？我諗其實都唔係第一次發生院內爆發啦，即係之前即係都有，即係我唔知道我間醫院有試過有一個即係血科病人係 chase 漏咗一個即追蹤漏咗一個叫緊密接觸者。跟住就入咗嚟我哋，跟住然之後就搞到幾個，好彩後尾好似冇惹到好多人嘅，因為佢係即係有幾個緊密接觸者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其實都見到個問題就係話，其實即係如果係要喺醫院度做一個叫做即係比較俗套啲講隔渣，即係咧你要入嚟嗰啲人咧，你要去 screen 一次先。而家有個咁嘅 policy 嘅，就係入嚟，如果你係有即係肺片有問題或者係。你有上呼吸症狀或者發燒，咁佢全部都會同你做一次病毒檢測，咁中間就係去監察病房度等嗰個 result 出啦，咁樣，咁你又去嗰度做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咧，你去到冬季嘅時候咧，入院嘅人越嚟越多，咁你一定咧個監察病房一定要盡快，即係佢可能第一個 result 係第一個結果係陰性，你就即刻要。轉出去普通病房，冇錯，係。而家啱啱聯合醫院呢個個案就係咁樣，佢第一次檢測就係陰性，所以就去咗嗰、那個普通病房裡面。但係其實嗰個監察病房究竟夠唔夠空間？因為你係咁要轉出去咧，你可能見到佢個肺有懷疑嘅時候，你都冇床再修正啊！即係要焗住要隔離牀位，你焗住要將佢去翻普通病房嘅時候咧，咁。即係會唔會或者係太多症，你好大機會 screen 漏咗。即係你譬如話，你晚間嘅時候冇高級醫生當值，冇咁多高級醫生睇噶嘛。咁你可能即係修正個醫生比較通常係初級，即係年輕 junior 少少啦。咁你要去即係要 screen 咁多 case， 到時譬如真係爆嘅時候，你又要將佢運去普通病房咧。咁其實你結果就係變咗你好難去睇實究竟邊啲係真係有或者冇，或者你有懷疑。咁呢個就係我諗係個困局嚟，咁多年都係公共醫院都係咁啊，唔夠位，唔夠人，唔夠牀，就真係冇話，即係你開多幾間監察病房，喺內本身可以用嘅資源，咁你就要 cut 現有嘅嘢噶咯喎。咁尋日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去咗睇嗰個臨時醫院啊，喺即係大嶼山嗰邊嗰、那個嗰、那個臨時醫院，如果開咗之後，有冇啲幫助咧？阿羅翠怡覺得？我想現在我比較多的覺得需要做的就是可能個監察病房上面的數量每一間大院都可能要增加，還有個人手上即是監察病房的人手上你在哪裡抽調你即是去做那個隔渣的工作要做得到，否則很容易發生的就是你由社區入回醫院，而醫院那些case 其實是更加病的，即係你如果係即係本身都有啲病㗎啦，咁然之後你再傳埋個冇肺俾佢咧，佢更即係唔係個新冠肺炎俾佢咧，咁佢就更加弱啦，咁樣個冇即係咁樣咯，咁啊。好，睇下陣間，我哋休息一陣先，下一節翻嚟睇下陳海欣同埋梁家樓分析一下而家醫院嗰個情況。好，歡迎翻嚟第二節情上談。今日咧，我哋總結一下2020年嘅抗疫經驗啊，展望下2021年。好，咁我哋頭先講到聯合醫院嗰個爆發嘅情況啦嚇，睇下陳海欣同埋阿梁家樓點樣睇公立醫院而家面對緊嗰個壓力啦。公立醫院以往咧，不嬲冬季嘅時候咧，都遇到我哋叫做即係冬季流感嘅高峰期嘅時候，不嬲都唔夠人手。其實我就最擔心嘅係，大家其實有數得計，而家每日咧。一係就雙位，而且係接近三位數字嘅感染個案啦。第一，第二咧就係如果嚇我哋真係有一啲嘅變種病毒，加強嗰個傳播率，我哋更多人感染要入醫院，再加埋咧，其實而家睇到咧，我啱啱睇到琴日政府出嗰個內科病房個使用率，每年都係噶啦，而家大部分都係超過100%嘅，即係本來100張病床，你擺咗108個、110個，咁啲醫護人手你可以諗到，即使下個月咧會附交呢一個嘅臨時醫院，又話有800張病床嘅臨時醫院俾醫管局去籌辦咧，我擔心嘅係冇醫護人手啦，或者係你要有嗰啲嘅病床咧，反而係隔離嘅病床。
無論係儀器、人手點樣去有硬件啊，你個軟件係點樣 去招聘人手咧？這個其實到政府我諗而家呢刻都未答到啦。咁而最重要嘅，所以我哋一定要預防就係外防輸入。外防輸入嗰度我就比較擔心嘅，因為你見到啦，頭先或者我哋睇到一路最新嘅資訊，即係譬如馬來西亞嗰個變種病毒，哇！而家又係全新嘅 A701V， 即係你咁淨係知道一堆數字啫，對市民嚟講，但係知道咧就係個傳播率更加快。如果佢真係漏咗入嚟香港嘅話，我哋嗰個感染率咧一定會再爆升嘅。我哋係咪應付得到咧嗰個公營體系嗰個醫療？我就自己係非常之擔心呢一點。所以如果係咁嘅話，我哋要守住。入嚟嘅病毒守住入嚟點樣？我諗兩樣嘢好基本啦。第一就係嗰啲航班嗱，見到咧英國同南非，因為南非冇直航機嚟香港啦。咁政府亦都已經喺個法例度寫明啦，即係話如果係曾經轉機啊，經過個南非嚟嘅都唔俾入境啦。咁但係而家呢一刻，你見到咁多國家，甚至乎鄰近嚇，我都唔好講遠，日本同馬來西亞嗰啲嘅做法。是不是又要等你聽日開會傾一輪，你才決定哪些國家航班要停呢？因為你現在去到第四波這刻，你知道我們的公營體系的醫療系統再不做一些嚴厲一些的事，我們是會崩潰，我們會陸續的失控的爆發，所以就要嚴守個嚴防。第二樣嘢就是我哋諗本身我哋自己，因為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咧個病毒變種咧，其實話個傳播性好高。咁係咪可以我諗當任何嘅病人即使初步係陰性嘅感染，你都要再提升你嗰個保護咧？點提升法？我諗梗係依啲交俾專家啦。即係究竟要提升到啲乜嘢嘅？譬如戴嘅外科口罩係咪唔夠？喺個病房裡面要做啲咩措施？係咪要調整咧？以往都有調整。而家都見到咁多無感染嘅症狀嘅病人，又或者第一次個檢測係陰性，咁你保護醫護人員又好，保護同院嘅其他病人都好，你需唔需要有一個提升嘅預防嘅措施要配合咧？我覺得呢一個而家係要即時要去處理咯。好，睇下梁醫生點睇啦，即係作為前公共醫療衞生協會嘅前會長嚇，即係而家醫院嗰個防感染措施比起沙士嗰陣係咪都有進步咧？咁點解而家？喺到第四波啦嚇，去到聯合醫院都仲會爆發咧。其實，依家好似我頭先咁講咧，一定係比十幾年前係好好多嘅嚇。隔離病房多好多啊，啲員工嘅意識。咁我會見到喺醫院度有爆發嘅時候咧，好多時係因為有啲假陰性嘅個案，你知道佢係嘅，你會預防佢。啲假陰性有時係行政上嘅假陰性，或者係真係檢測上嘅假陰性啦嚇。有時你走漏咗啲個案，咁。有一個做法咧，我哋叫做 universal precaution， 即係中文叫做普遍預防措施。咩意思呢？即係若果我做外科手術咧，所有病人我都當佢係 A 市嘅，我唔會將 check 佢，我所有都當佢係，即係話我會最高規格，係做即係所有病人都最高。咁其實喺公立醫院度，依家咁嘅情況咧，嗰啲同事嘅心態咧，亦都應該係一個 universal precaution， 就係所有病人我都當你係。感染者，咁咧你就會去預防佢，咁就會減少即係嗰啲唔意外嘅爆發。我可以咁講啊，你香港初期即係上年今日嗰陣時，其實嗰個感染個案好少嘅，第一波嗰陣時，咩原因咧？即係香港嗰啲人醒目，其實係自己 take precaution， 個個都當你係嘅，尤其是嗰陣時即係好多關口都未封啦，好多。從四方八面嚟個個案咧，咁大家都當即係個個見到你都當你可能咁戴曬口罩，咁咪自己的皮膚上，所以當其時嘅感染率好低。咁近來個第四波嘅情況咧，即係有好多原因啦。其中一個原因，我會覺得即係市民咧，好似頭先講咧，開始唔係太緊張嗰個死亡率啦。即使佢變唔變種，對佢嚟講，其實佢哋唔係知，即係唔係瞭解到好清楚。即使你變種咗都好啦嚇，其實整體而言嗰個死亡率都。不是太高嚇，即係同其他疾病嚟比較，係而家130幾宗死亡嚇。咁你同沙士比陣時，三個月已經死咗300人啦，爭好遠啫嚇。咁其實係因為依家個第四波係因為尤其是有好多無源頭嘅感染個案咧，就係嗰啲市民開始唔係太緊張個死亡率，而係嗰個社交嘅生計嘅問題。咁醫院裡面如果要當所有人都係感染者，咪要消耗好多嗰啲防護物資咯，咁咪。這個需要的，其實他們現在已經做了，我覺得是個心態問題，不是個物資問題，物資是夠的。你見現在根本香港有多少口罩廠，通街都是口罩，現在開始說有些口罩廠其實所謂的 universal precaution 就是你戴個口罩
真係就係咁簡單。但例如喺聯合醫院呢個個案，即係我睇新聞都係話，其實啲醫護都有戴口罩，不過可能有個護士就冇戴眼罩咁解。我諗佢有好多時間，佢係會始終係會鬆懈咗。你當嗰個病人係冇事嘅話咧，你即使有戴口罩。有時你洗手啊，係咪掂過所有病人之後都即刻再洗手啊？保持距離啊？係咪一做完嗰啲即係飲食嘅程序之後，即刻戴翻好口罩啊？咁其實我諗你一個係你明知道嗰個病人係受感染者，同埋你以為佢唔係受感染咧，其實始終係有分別嘅。咁啊，而家擔唔擔心公立醫院嗰個壓力咧？尤其可能係即係深切治療部啊，或者內科啊嗰個壓力咧？我都離開咗即係公立醫院嘅前線好耐，我就唔知佢個情況點。但係相對而言咧，其實醫管局嘅病床同埋人手咧，你話點短缺咧，都係不每一年都係正數嘅。即都有增加，每年都有增加。咁即係譬如醫生數目嚟講，公立醫院嘅醫生數目咧，我相信比17年前可能已經多咗接近，即係冇一倍都可能有五成噶啦。但係就係走咗啲經驗老道，例如好似你咁啊，你明唔明？你搞清楚，我咧，我淨係揸刀揾食嘅，傳染嗰啲嘢就等下生緊，我完全冇掂過嗰啲感染嘅。而喺公立醫院，你話應付係呢個流感病毒咁講咧，其實都係其中一小撮醫生嘅啫，即係因為都仲有好多其他症要睇。唔係你其他嘅醫生咧，其實係未用到，即係冇發揮個空間。即係你外科啊、骨科啊、婦產科啊咁嗰啲唔識噶嘛，即係同一個普通人分別唔大嘅。咁嗰啲其實工作量少咗。即係我頭先阿陳海欣都問有冇翻公立醫院幫手啊？其實我過去十年咧，每一個禮拜都有一個 section 翻去做鏡嘅。咁流感即係今次啦嚇，又佢反而叫我唔好翻去，因為其他嘅其他科嘅個案少咗啊，嚇 cancel 曬啲 case 啊，叫我唔好翻去。咁所以其實人手啊呢啲有時咧係個調動嘅問題。好，睇下曾醫生點睇而家聯合醫院或者院內爆發嗰個問題。尋日袁國勇教授就話暫時都揾唔到環境病毒啊，估計多數都係經空氣傳播受感染啊，擔唔擔心即係會一路爆發落？我諗教授昨日講依樣嘢，我諗最主要就係因為佢同一時間同一個病房同一個同一格嘅時候出現咗好多病人啦，咁即係教授佢，我諗佢講法就係唔排除有空氣傳播依個咁嘅可能性，因為大家知道就係嗰個病房本身就唔係一個負壓嘅病房啦，咁佢嗰個換氣嘅速度咧，即係可能一個鐘頭冇12次咁多嘅，即係可能係得4至6次到咁嚇。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下，如果你一個病人，即係譬如佢真係有一啲有咳嗽嘅，因為佢嗰個病房係屬於即係一啲眼科或者係一啲末期癌症。咁如果你嗰啲病人咧，通常佢個抵抗力咁弱咧，個病毒量好高嘅。咁個病毒量好高嘅時候，佢譬如佢透過佢唞氣啊、講嘢啊、咳嗽咧，其實個飛沫係可以即係咳咗出嚟嘅。咁嘅時候，佢可能係懸浮喺個空氣當中。咁如果你嘅醫護人員又唔察覺嚇，咁或者幫完一個病人之後，又去處理另一個病人嘅話，咁會唔會係透過嗰位醫護人員咧，去即係帶咗啲病毒俾其他嗰啲咧？嗱，依個都可以嘅，即係我相信就唔係淨係單一即係空氣傳播依個可能性。我相信其他譬如接觸性傳播啊嗰啲同樣地有機會咯。嗯，好，我哋而家有少少時間啊，聽一聽係家庭觀眾過去一年嘅抗疫經驗嚇。我哋揾嚟陳先生係咪？陳先生係陳先生，你好，係啊，你過去呢一年你過成點啊？你嘅抗疫有咩感受同大家想分享？專家好啊，就由節目開始到而家咧。就都講唔到我哋黎民疾苦啊！你哋講全部都好專業嘅，但係唔係冇講到我哋嗰啲慘況啊！係你有咩慘況？我就住東油村貴東樓嘅。哦，你住貴東樓嘅。住貴東市嘅時候咧，就有大約10個單位就要撤離啊！咁就喺下邊咧就派樽。係。就係話自願檢測，係。咁我哋又做咗自願檢測啦。
但係一路到而家咧，係都冇消息嘅。哦，係。即係冇講過你聽個檢測結果。係，我聽政府講之前就話，如果你係陰性咧，就唔會個別通知嘅嚇。最近上個月開始就會通知啦。主持人，我想你哋聽我講埋我哋啲黎民疾苦先。係，好，請繼續啊嚇。我咧就做服務行業嘅，就屬於時薪嘅日工。係。東頭村一出咗名，即係貴東樓啊！一出咗名，佢老闆就話：，誒、哎，你唔好翻工啦，你檢測咗陰性，你先可以翻工。係。咁啊，一路到咧，最近就24號晚就再通知強制檢測。嗯。咁就25、26、27三日，即係今日最後一日，就強制檢測就撩鼻啦。係。嗱。講真句，打工嘅咧，唔係個個都高薪厚職㗎。係。我哋呢啲咁嘅草根階層咧，有工開就有收入，冇工開就冇收入嘅。係。嗱，你上面點樣做嘢，我唔敢評論。啊，我哋啲係好低層嘅人。好，明白啊，陳生啊，明白你嘅情況係。但係你咁樣嘅運作咧，即係你政府咁樣做嘢咧。就害死我哋呢啲草根階層嘅。嗯，好多謝你啊，陳生，唔好意思嚇，係時間好有限啊，大約我都知道你個情況嚇，即係可能係去咗做檢測，但係冇一個報告俾你，咁但係老闆又未必係接受咁樣樣嚇。好，我哋嚟到呢度先係休息一陣先，下一節翻嚟繼續聽聽係家庭觀眾嘅意見啦。好，歡迎翻嚟，再一次成長談。今日我哋總結一下2020年嘅抗疫經驗啊。咁頭先啊，陳先生就係東頭村貴東樓嘅住户啊，係需要強制檢測嘅。咁啊，佢講得出一啲佢哋遇到嘅一啲情況啦。咁我哋都喺度傾一傾啊，關於檢測嗰部分。即係而家我哋就開始有啲住宅大廈就要強制檢測噶啦嚇。咁啊，最近喺月明村就有個即係突擊執法咁就。政府就話揾到76人咧，就違反強制檢測令，就即係冇去到檢測咁啊，要求佢哋做翻咁樣樣啦嚇。咁啊，不過都有啲居民咧就話，之前做咗深喉唾液檢測，但係就冇收到嗰個陰性嗰個結果嚇。咁啊，之前警方就封鎖咗嗰個住宅一日左右啦。大家覺得呢、這個即係強制檢測或者呢個執法係咪即係有效咧？係可以即係幫助到我哋壓抑嗰個疫情咁樣樣？其實頭先啊，陳生嗰個個案咧，我哋睇到咧，政府嗰個即係資訊提供同埋嗰個統籌咧，係出咗問題。咁你見到佢而家即刻想盡快修正。嗱，以月明村呢個例子咧，頭先阿蘇敬恆你都講咗，有70個違反，但係其實當中咧，佢係有即係檢查咗1900名嘅居民。其實原來有140個居民咧，佢哋係冇收到任何 SMS 啊或者任何嘅信息嘅。咁原來其實因為根本之前政府嘅政策就係用深喉唾液嘅咧，如果你係陰性嘅結果咧，佢根本唔通知。係啦，不過如果你俾錢，可能係240元，或者你去到檢測中心，係啦，排高危隊嗰啲咧，你就會收到。嗱，咁就變相你去執法嘅時候咧，就發現，咦，我有做喎，但係我冇收到。嗱，仲有另一樣令到市民有個憂慮就係，佢做咗深喉唾液嘅時間咧，等嗰個檢測，因為我自己咧都去過檢測中心，因為我落地區工作啦，都要保障自己，因為接觸人群。咁你去做呢一個鼻咽拭子嗰個咧，好清楚寫明咧，你幾點鐘？幾點前去到檢測中心做咧？你第二日會幾點鐘收到？24小時內就會收到。但係深喉唾液嗰個就完全唔係啦。深喉唾液咧，我收到好多嘅街坊嘅個案咧，都起碼3至5日。當佢哋擔心或者驚自己違反法例嘅時候，又會喺呢個時間裏面又再重複做。嗱，呢個的確咧就係一個資訊即係嗰個提供同埋嗰個統籌出現咗呢一個咁嘅混亂嘅問題。咁呢個你見到而家修正緊，但係係令到唔少咧而家出咗檢測令嘅。居民係受苦嘅，咁呢個亦都係令到咧有機會嚇，我覺得係會走漏咗呢個案，因為點解咧？深喉唾液要3至5日先有結果，但係嗰位嘅居民或者嗰位覺得自己可能有機會染病嘅朋友咧，係仍然可以喺社區度走動。所以你話除咗係外防輸入，我哋內防呢一度咧，深喉唾液呢個檢測嘅時間，我覺得一定要再縮短。如果唔係咧，不如全部用鼻咽拭子，因為呢個係要快嘅，我覺得係。好，睇下另外幾位嘉賓點睇嗰個檢測嗰個問題，強制。檢測執法嗰個問題，梁家樓，
咁嗰啲居民收唔到，即係佢個有個政策話陰性唔話俾你知嗰啲，咁其實簡單言就兩隻字就叫官僚咯。你即係私家做嗰啲，無論你陰性陽性，我都第一時間報告你，即係盡快俾佢知，等你安心。即係佢哋唔知道，即係點安撫嗰啲居民、啲病人。咁同埋咧執法。我希望大家明白，依家人哋唔係打家劫舍，唔係殺人放火。你咁樣去執法法咧，其實會累積民怨。咁頭先嗰位打電話入嚟嘅先生話，佢嘅生計受影響，佢係日工計。咁我可以話俾大家知咧，我嘅生計都受到影響，我要交租。即係我知道有好多行業咧，依家捱到好辛苦，即係全部硬啃嘅嚇。你話叫佢唔好休業14日，14日有14日，我可以話，即係我觀察到咧，14日之後仲未完呢件事，咁人哋嘅生計點樣處理咧？個個嘅生計都受到影響，所以睇遠少少嗱，有病毒有變種嘅陣時，你突然間要即刻 take action 要封關嚇，呢啲係應該，你當係一個新嘅病毒感染。但係就呢一個病毒嚟講咧，即係我勸大家或者政府咧，真係要睇長遠少少，即係定立一啲比較現實的目標，咁同埋點樣去即係適應長遠而言嗰個社會嘅運作？因為我可以預計到咧，呢件嘢咧係即係應該係永遠存在㗎啦。咁強制檢測再執法強有效咧？你覺得喺社區？我睇數字嚟講，我冇乜用咯。呢幾個禮拜係咪啊？你強制檢測根本都執唔到咁多，因為最緊要係嗰啲市民唔係太擔心個生命危險。我前兩日真係唔好意思啊，我自己都周圍走行山，去黃金商場，人山人海啊，點即係根本都唔關事啊，知唔知？同埋你嗰啲限聚令，唉，我屋企八個人出街食飯，即係間酒樓，你要分四張台先咯，二有乜意思先得㗎？咁佢咪就係唔想你出去嘛，佢想你留翻。冇可能，人係一個群居嘅動物嚟㗎嘛，點唔出去先得？即係而且已經過咗成年，同埋最緊要一樣嘢，若果你嗰個病毒你真係會死人嗰啲咧，即係好似初期一年之前咧，大家係會自己去處理，嗰陣時感染率好低嘅。但係依家其實大家最緊要係大家知道，其實好似唔係咁勁喎。好，問一句，最緊要啲人係唔係好勁？問一句，梁家騮醫生覺得嗰啲社交距離措施係咪張弛有度咧？做到好似政府講，我諗佢哋自己都覺得係。即係嗰個數目唔係基於一個科學嘅數據，即係究竟限聚係限十個、限四個、限兩個，其實好似唔係基於一個科學嘅數據。咁點即係咩叫有度嘅意思咧？即係話根據證據啊嘛，就叫有度啊嘛。咁都唔係根據科學證據，其實都係隨意嘅啫。我覺得好少少時間睇下另外兩位嘉賓啊，曾其恩醫生同埋阿羅卓耀點睇嘅，即係強制檢測嗰部分同埋社交距離措施。我諗強制檢測而家其實個樽頸位咧，在於即係我諗喺個檢測嘅能力。嗱，雖然政府就當然就講個能力係提升咗好多啦。咁但係問題就喺資訊發放啊，同埋點樣用一啲科技去即係將依啲咁嘅信息去發放俾市民嗰部分咧，我自己覺得係有個落差喺度。即係我諗，無論係個速度啊，或者係即係嗰個即係個能力嗰方面啊。咁第二有效啊，嗰個強制檢測係咪有？嗱，我諗其實有做一定係好過冇做嘅，因為你而家係問題就係有好多社會輿論都講緊嘅話。你嗰棟大廈如果爆多過五個户咧，你其實應該要封啊，或者甚至乎係真係要做強制檢測。咁香港其實有一個特色咧，就係有好多公營房屋嘅。其實點解我哋一路都講就係話即係我哋如果個社區存在有好多隱性傳播鏈咧，你牽涉咧就係好多公營房屋都會有影響。咁依部分我自己覺得其實政府係應該要再著墨睇下個檢測各方面點啦。社交距離措施咧係咪有張弛有度啊？社交距離措施就係佢最後一道板斧，因為佢已經諗唔到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同埋咧，我諗佢國家都俾緊一個壓力俾特區政府，商界會俾緊，因為咧粵港澳三地嘅一啲商業往來嘅活動咧，你冇辦法進行。如果你個社區係咁，我諗政府咧就應該係即係。最主要是因為要回應翻即係國內啊、中央啊嗰啲嘅即係指示啦。咁因為依樣嘢搞唔好咧，對國家安全都會有影響。使唔使再收緊咧社交距離措施？
其實我諗而家其實都已經收到冇得可以再收㗎啦。咁我都唔知佢即係如果佢再收，其實就係禁足令㗎啦。或者可能食肆個堂食時間再短啲啊咁樣樣咯。或者或者好似專家話齋，就係刪一啲唔冇必要嘅商鋪咯，賣衫賣鞋嗰啲咁樣。咁依個其實佢就要諗清楚佢嘅賠償嗰方面俾商界啊、相關行業啊、店鋪啊咁點樣咯，佢自己要諗清楚依度。頭先呢個係許樹昌教授嗰個説法啦，睇下羅卓耀點睇強制檢測同埋社交距離措施少啲時間。我諗個準嘅好。今天很有趣，不同政見的人都覺得政府是即做到一撇屎的嘛，即即在這個抗武費 的議題上面，即其實我覺得檢測那件事是個問題，是一開始他想可以做的時候，個安排根本就極度混亂，即剛才所說的那個即係月明村嗰個咧，基本一開始又話啊，我封咗你，你要有嗰個陰性短信你先走得。後屘又話唔係喎，原來因為深喉唾液嗰啲人係好耐都唔會收到，或者甚至唔會收到嘅。咁又真係拗曬頭咯。咁點解你一開始做嘅時候你又唔諗清楚成件事？好似冇人統籌嘅，即係成件事好似冇人統籌過咁樣嘅，係一片混亂咁樣。咁真係即係其實拗曬頭嘅。咁啊，然之後咧，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咧，即係大家可能會問，使唔使做多次全民檢測？點點點？但其實即我就覺得政府其實很奇怪，很坦白講，即我見到韓國的經驗就係咧，人哋咧就爆到最勁，嗰陣嗱嗱聲加大檢測量，就盡快檢測、盡快隔離、盡快做。咁點解咧？因為盡快找到啲個案出嚟，就可以即令到個感染就會少啲啊嘛。政府不是的，政府咧喺呢個限聚令差不多要即放寬曬嘅時候咧，先嚟做呢一個全民檢測嘅。咁啊而家就係、是即我想他本身都很忙啦嚇，咁啊咁啊，即個時機上又好拗曬頭嘅，係唔知點解會做，會喺呢個時候不做咁樣咯，係啊。社交距離措施咧，羅翠覺得係咪張弛有度啊？我諗喺唔同嘅群組上面都見到係都幾大鑊㗎啦，因為跳舞群組都係除曬罩先拉即搞到咁大件事咁樣，咁啊好坦白講，成個所謂的限聚令，頭先阿梁醫生都講啦，即係冇。